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个 PRP 制作的分页类。前面呢，咱们已经用 PRP 面向对象的程序呢，写过几个类了，比如说有文件上传类、图像处理类、日历类，还有验证码类等等。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分页类呢，也是大多项目里边常用到的，比如说，这是拉姆训练的网站，你看一下。那里边呢，如果帖子太多的话，我们就得分页。那不可能将几千篇帖子一次性全给你返回来。如果直接全返回来，一是数据库查询数据太多太慢，另外一个输出也会太慢。所以呢，就给我们输出我们关心的，假如说我们指定的二条记录或者三条记录，然后你想看更多的，通过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这样方式。然后呢，去找更多的一些去使用，看这样。那当然了，在一个项目里边有很多地方都用到分页，看这样。比如说咱们用咱们细说 PHP 后边的项目，你可以看到，假如内容管理，看管理文章这块有分页，上一页、下一页，本页多少条记录，显示多少条到多少条，然后通过下一页、下一页的方式去逐条查找。当然这个分页不光是后台用，很多地方比如说管理图片也需要有分页。如果按照咱们上节课向大家介绍的那种写分页的方式，也可以写得出来。但是呢，如果你项目中有十个地方用分页，那你得写十遍。如果把分页这种结构形成一个类的话，那么每个地方用到分页都用到这个类，那我就可以十个地方用，我只写一遍就可以了。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分页的分页显示的数据不好看，或者是不够清晰，我只要在分页类里边增加功能，所有我项目里边用到这个分页类的地方，都随着我这个分页类的升级而将这个分页的功能进行升级，有这么几点好处。所以呢，咱们在做项目的时候，肯定将分页形成一个类，这样的话既好管理又好升级。好，我们现在制作一个分页类。那我们在这里边使用这个分页类呢，我们建个文件叫page.class.php。如果在程序里边用的时候，假如说我这块有个 demo.php， 在这程里边用到这分页类，那我首先呢就需要把它包含进来。include 或者 require 都行，这现在就无所谓了。class.php 包含进来，然后我创建一个分页类的对象 new page。 当然创建分页类对象呢，需要有这么几个变量，咱们得求出来，就是一共你有多少条记录，你要不知道这个数，那么分页就没法计算出来。比如说总条数，就是你数据库里边一共有多少条，这个一定要有的。然后呢，每一页显示多少条记录，比如说 num 这两个变量，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两个变量先设置出来。这两个变量总数等于，咱得从数据库才能取出来。num 我就可以随便指定了，比如说指定10条或者20条，就看你希望在你页面上显示多少条，也可以把它写到配置文件中去获取。那总数呢也很容易获取，只要是我连接数据库，比如说$link 等于MySQL 下划线 CONNECT 连接本机的，然后使用 root 用户连接，密码使用123456，然后我现在使用的哪个库呢？ MySQL select DB， 那现在能使用的是细说 PRP DB 这个库。好，库已经选择了，那我只要做一个结果集等于使用 MySQL 下划线 QUEY 查询一下，比如说 select 星 from
现在我想处理哪个表呢？比如说是咱们上节课用的 shopx 这个表，那这个结果集里边，我就能从这个结果集里边获取总条数，比如说使用MySQL num 下划线 ROWS 多少行，从结果集里边就能获取到总行数。那么这个类需要的记录就都有了。有了这个记录需要的记录，那我从数据库里边取数据的时候，我也要取十条记录。那通过这里边全能算出来。只要我们假如说做一条思科语句，取数据 select 星 from 从 shops 里边，我只要加一个，其他我都不写了，只要加一个 limit， 比如说从哪每一页从哪开始取，比如说第二页从十条记录开始取，取十个。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变量，我们就可以让它从配置里边，假如说有个属性叫做 limit， 那我们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属性 limit， 就是刚才那个 limit 从多少开始取，取多少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边去计算，然后呢输出表之后，比如说我现在执行这条思考语段 RESERT 结果集等于 MySQL 下划线 QRY，执行这条思考语句，那我会输出一个表格 table 等于中间边框，给个一个边框，然后宽度比如说我给个1000，随便写一个值，输出一个表格。你看咱们用到创建分页类对象，然后从分页类里边取出 limit，然后在下边输出一个这块我放上是表名，假如说这个表名，那自动我就不输出了，我这块直接用 while 循环便利一行数据等于从这个 MySQL 下划线 FETCH fetch ASSOC， 从这个里边结果集里边我把记录都获取到，然后每循环一次，当然这会儿少个分号了啊，每循环一次我就输出一行，那看一下这个表里边一共有多少个字段，有多少行，查询一下 MySQL 杠 U root 杠 P， 然后细说 PHPDB 这个库，哦写错了，解方进来 DSC 看一下shops 这个表，一共有 ID name 价钱和描述，那么看一下这表里边记录呢 from 从shops 这个表里边一共有84条记录，这是表结构，所以呢我按照这表结构就可以输出 td 斜杠 td， 每行记录里边取出什么，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里边五列 id 名字价钱还有数量还有描述，假如说我现在都取出来了，形成这个表格。现在这个表格呢，咱们现在是输出不了的，因为我这儿没有 limit， 现在还没取这个值呢，因为这个类咱们还没去写呢，先看一下怎么用，按照需求咱们去写这个类，以后看每个类怎么用就可以了。然后这块输出一个你看一下，我在这地方输出一个表格TR 斜杠 TR TD 斜杠 TD， 只要我从这个分页类里边得到 F， 比如说分页，我就能把这个分页输出。那这块让它 COLSPN 列数跟上面一样是五列，然后 ARIG 让它分页一般都靠右边，
你看一下这个程序咱们写完了，你看用的地方，创建一个分页类，然后传进一个数据库记录的总条数，然后每页显示多少条，所有的功能都在这分页类里边计算，然后从这分页类里边能取出一个属性叫 limit， 那通过这 limit 我们就能知道从哪开始，这当前这个页从哪条记录开始取，取到哪条，然后最后输出分页的详细信息，这样需求。这样的话我们任何地方如果用到分页的话都可以写这么几条，创建一个分页类，然后在查询的时候指定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指定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现在开始设计这分页类 class page 点 class 点 php， 错了啊，这是文件名。然后咱说了必须指定的有个私有属性，就是总数，这是数据表中总记录数。然后还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这个每个页面列表的行数，这是每页显示，就是每个页面显示的行数，同这指定。那这两个指定呢当然就可以通过构造方法了，第一个比如说 TOTL 总数，第二个list row 行数，默认呢我比如说给个10行，给整数就不用存值了，默认假如说10行，然后我在这里边将它赋值 this 里边总数等于存进来的总数，这里边的 list 就是类里边的系统行等于存过来的行数，通过这两个变量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都计算出来，分页用到的所有计算出来。当然这里边参数这块是刚刚说了是数据表中的总数，然后参数这个是每页显示的行数，当然你都可以说明一下，那构造方法用来初始化一些信息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这里边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属性也封装上，比如说就是这个 limit 限制，这个限制的属性，那这个属性是私有的，怎么能让别人获取到呢，而且还直接访问的呢，这个我给你用一下系统里边咱们 PHP 里边给我们提供的杠杠 get， 假设里边需要存一个参数，当然了有杠 get 的话就是私有属性可以直接获取，但是并不是让别人所有的私有属性都直接获取，咱只判断一下，如果这个大家你杠 get 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咱们的写入 PHP 里边写的面向对象的东西和前面的视频都可以找到，比如说等于我传的如果是 limit 属性，使用的 limit 属性，那我就返回本页面里边的 limit，否则如果不是的话其他的属性如果你想试图获取的话都返回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属性了，在外边就可以直接访问了，因为有杠 get 直接返回这个属性，看到了吗，那咱想办法给它赋上值就可以了。我们这里边除了这两个属性，比如说假设我给这个属性给一个值啊，你看假如说是这样的，是 limit从零开始取十个，当然了咱们得动态换做出来，但是有了这一个属性我这块得做是一个公有的，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还得有一个公有的方法，就是 fpage， 这里边可以输出分页信息，现在我们看一下访问一下看一下好不好使，你看这块我们改一下字符集，你看分页信息就有了，这里边字符集我在这输出一下省得每次都改一下，我这会用 header 输出一下文本的类型是文本的 HTML，
XSET 等于 UTF-8。 你看现在就是显示10条基础，但是这飞行信息没有在这下边显示，那看一下咱们这块写的应该有问题。 TD， 然后看一下这里边好像，看一下哪块出现问题了，它应该在这个表格里的 table 宽度。哦，我们这块应该是这个配置里边不应该用输出，应该因为它直接输出了，返回。好，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好，分页信息放在这边，1000个宽度有点多，那我们改一下，比如说960。好，这边就可以了，这边放分页信息。那我们这还没有分页信息呢，所以呢我们就得在这个类里边，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有了，都可以获取到。我这只是暂时用一个值，那这个值呢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去掉。看这里边，因为我每次如果是下一页需要显示的信息，下一页需要显示的信息的话，那我就得需要一个 URL， 所以呢这里边就每次页面请求的 URI， 这里边咱们就叫这个 URI。 然后这个 URI 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呢我这里边直接让这个 URI 等于调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私有方法，比如说得到 URI，然后可以这样，我随便找个地方，假如说我在这地方私有方法 faction get URI， 看一下获取这个URI 的属性在这里边。那么 URI 有可能也就是获取到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值。现在呢我在这里边，假如说我想获取到一般的，我都通过$下划线 server 里边有一个叫做请求的 URI， 从这里边获取。那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个值，看一下这个，如果我输入带参数的，比如说配置等于100，那么配置等于100，这样呢我就直接跳转到100页，然后也可能有其他参数 hello 等于 one，看一下，这都是 URI 里边属性。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呢把它提出去。那怎么样能让下一页这块自动给它加上问号呢？所以我在这块加上一个这个词，你看啊，通过这个里边我获取一个 URL 等于让这个 URI 连接，咱们先这样，我先输出一下，那你看一下这里边数组里边都有什么斜杠 PRE，输出一下$下划线 SERVER， 看一下这个数组里边，我找一下我们需要的。刚才能看到这里边 URI 是咱们想要的，如果我想获取到后边这些查询字符串，这叫查询字符串，你看这里边哪个是代表后边这些查询字符串的，你可以从这里边找啊。这个 self 不是看一下，有一个叫做这块这个参数的数组，这个里边还没有，行啊，咱就用这个 URI 就可以了，这里边现在没有，咱们一会儿用程序去获取就可以了。你看一下，我现在做一个 URL 等于$下划线SERVER， 从这个里边的请求用户请求的 URI 里边，我这边下边输出一个$URL， 咱们实时观察它的变化。你看是这个，取出来就是这个。然后呢如果用户后边像这样没有输出问号的，我就在它后边加个问号，这样呢后边咱们在下一页的时候直接就能把链接添上。所以呢我这块先判断一下，有可能它有问号啊，所以呢判断一下谁呢，使用这个连接一个 strpos 查找谁啊，查找这个 server，
里边的 R E Q U E S T 里边的 U R I， 查找这个里边这个数组里边有没有问号。如果有问号的话，如果有问号的话，你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吧，查找这里边如果有问号，我就输出空。有问号咱就不用问号了，原来就有了。没有问号的话，我给它加一个问号。你看一下，这回咱们输出，假如这里边现在没有问号，哦，有个解析错误在19行，这块应该是三元运算符，这块是一个问号，刚才咱们写错了。你看一下，没有问号就加问号了，如果有问号的 PAGE 等于10，你看这个问号还存在着，查到字符串问号之后就不加问号，所以呢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后边连接，直接手工的连接这个配置等于什么，你不加问号现在它也会有问号，是这样的。那么我用这个函数，既然有知道这个 URL 什么了，假如说后边有参数的话，咱们也知道是什么了。假如说这里边配置等于10，然后呢 underfor id 等于5，比如说像这样的，你看一下，我把它解析出来，用专门解析 URL 那个函数，等于使用 PRSEURL $URL 把它解析出来，解析出来之后是一个什么，咱们只要打印一下你看一下就行了。我用的是系统函数，你看解析后的结果是不是一个数组，前边是路径，后边是查询字符串，配置等于什么， ID 等于什么，把所有的查询字符串都能从这里边获取到，都能获取的，从这里边获取到。所以呢如果有参数的话，咱就判断一下，你看，如果$符用使用as set 判断，如果 PRSE 里边有查询字符串，也就是刚才咱看的 QERY 有这个的话，证明它有参数。如果没参数的话，咱直接返回谁就行了，直接返回这个 URL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URI 就是这个 URL。 但是现在呢，现在判断是有查询字符串，有查询字符串咱们就得重新组合，使用这个解析字符串的，将 PRSE 中的查询字符串解析到 PARAMS。 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刚才那种字符串的格式，也就是咱们看到的这种格式，用 underfor 连接这种格式把它转成了这种数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组是什么，这我就不要了，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参数什么意思了。你看配置等于 10，ID 等于5，就把那些用 underfor 连接的格式转成了数组，就是这个解析解析字符串的作用，把这种格式，刚才查询字符串格式转成了数组。那转成数组咱们有什么用呢，你看一下，因为咱每次点下一页下一页的时候都要把那个下一页的配置参数传过来，就是配置等于多少，如果原来这个 URL 上已经有配置等于多少了，你再点下一页又多了一个配置等于多少，那一个 URI 上就会有几个配置等于多少，那就重复了。就比如说现在这里边已经有配置等于10了，如果这点下一页再有一个配置等于11的时候，那这块又会多一个，这样又会多一个 PAGE 等于11，这样的话就重复了，虽然是可以的。然后你再点别的页的话，原来 URL 上有了又会累加，这样就多个配置等于多少，不太符合我们的用法。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边 unset 先把原来的这个数组里边的 PARAMS 这个里边的配置，假如说这个配置我作为那个下一页分页的那个URL 中的参数变量，先把它删除，然后删完之后再把其他的组合，用什么组合呢，用这个HTTP， 这是一个函数 HTTP 下划线 BUILD QUERY， 使用这个
构建查询字符串，就能将这个数组 PARAMS 中的数组再重新组合成刚才看到那种格式，就是配置等于 10，ID 等于5的那种格式，当然不是这种格式了，又组合成这种格式。咱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在这块有一个输出，你看一下，又组合成了，你看这里边组合成 ID 等于5，其他的比如说 Hello 等于123，然后安德福 YYY 等于 BBB， 你看组合这些，唯一没有配置等于多少。咱们写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配置等于多少从这个 URL 中给它删掉，然后咱们把其余的再组合。那组合完了之后，我地址 URL 地址原来的地址就没了，咱只是在这块把什么，你看 URL， 然后咱只是把查询字符串拿过来。那这个解析里边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 PRASE 里边，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路径的吗， PATH PATH 原来的路径嘛，这两个中间假如说咱们用问号一给它连接，你再输出，你看一下是不是就变成 ID 等于5 underf hello 等于这个，又组合成一个，唯独就是把配置去掉了，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URL。 下次点下一页配置等于几的时候再把配置连上就可以了，这是咱们这个作用。所以把它一付给 URL 等于这个，我再把 URL 返回，这里边的 URI 就是刚才有刚才那个地址，这是咱们如何获取 URI。 有了获取这个 URI， 咱们就开始计算很多东西了。比如说咱们现在假设了页面请求的这个当前页配置，我用的就是参数里边的配置等于几这样的方式，但是有可能你访问首页的时候没有配置等于几，你这样访问的时候没有配置等于几，而你后边写的时候假如配置等于5页，会加上这配置等于5页，第5页的数据会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块就用判断一下，先判断这个配置 EMPTY 判断$下划线get 里边的配置变量，这个判断它什么是不是空，那取反的判断它如果不为空的话，我前面取了个反问号，我就直接用$get 里边的配置，如果它里边为空的话，那我默认将它是第一页，这样的话我当前页也有了，当前页也有了。比如说我在这里边输出一下，输出一下 this， 你看看那个对象，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这对象的属性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limit 这属性有了，然后这个呢也有了，配置等于5也有了，假如配置等于10，刷新一下，你看配置等于10，然后这块还可以加一些其他参数，比如说 ID 等于1001，你看这里边没有配置，配置等于10就直到第10页了。如果默认的话，咱们这块没写配置的话，直接这么输出刷新一下，因为每次有缓存，你看就知道配置等于1，这几个属性值咱们都获取到了。有了这几个咱们就可以大胆的开始计算。那么我们都算什么，比如说我想知道一共有多少页，我知道总数了，知道每页显示多少个了，我肯定知道一共有多少页，所以呢我这会儿再做一个属性叫做配置 num 页数一共分多少页，这咱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了。你看啊，直接我在这写就行了，因为它代码比较短，所以呢咱不用说每次你都调一个私有函数，私有方法使用让总数除以行数，除每页显示的个数，然后我们得怎么的，有可能除不尽，像昨上节课咱们讲的一样，怎么进一取中法，八个人一个宿舍，九个人就得两个宿舍，所以一点几都是2，使用这种方式看一下计算出来，这样我知道总数了，知道每页显示多少个了，也知道分多少个页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limit 算出来了，这个 limit 算出来了。那咱这里边我让这个算这个 limit， 刚才咱们只是随便自己写了一个值，不太准确，所以呢我得这么做 limit， 让它调一个系统里边的或者叫做设置 limit， 一个私有方法，使用这个私有方法咱们把这个 limit 算出来就可以了。那看看这个设置 limit 咱们怎么做，直接我在这写了私有函数私有方法设置 limit， 直接返回一个字符串，返回这个字符串肯定得有 limit 等于什么，然后咱们从哪儿开始取，取多少个，有一个这个问题。那么从哪儿开始取，取多少个呢？看一下，我就可以取这个刀老师这次里边的，你看啊，行数 list ROWS 有多少行我取多少个。那有的时候最后一行不是吗，假如最后一行只有五条记录，那我一取二十个它肯定就显示五个，多了不要紧，对吧？然后那前面呢我从哪开始取呢，有 limit， 我可以这样连接，看一下啊，计算一下，让这次里边的你看啊 page 是不是当前页啊，比如当前是第五页的话，那第五页减一不就是四，假如当前第五页不是四页吗，四页前一共多少条记录，从这开始取乘以谁啊，乘以这次里边的 list ROWS。你看一下，比如当前是第五页，减一变成四，四乘以每页显示十个，乘以四十，那就从四十开始取，取多少个呀？这有个逗号呢，别忘了，取十个。假如说每这是十的话，那么从四十开始取，取十个，这就是第五页的数据。咱看一下好不好使呢？刷新一下。找一下 limit， 你看零杠十，这是第一页的。你看我这假如说配置等于四或者等于五，你看一下，刷新一下，是不是就 limit 从四十开始取，取十个？如果等于六呢？从五十开始取，取十个，就有这个值了。所以这些呢，这条记录现在查询出来的就是第五页的第六页的数据，从五十开始取，取十个嘛。好，那这些咱们都计算出来了，这些咱们都计算出来了 ，limit 咱们有了。那下一步干嘛呢？你就看你这个输出格式这块，你想输出什么，然后咱们再针对输出，再一个一个的去写计算，不就可以了吗？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我这块我得需要做一个全局数组，也就是页面那里边显示的文字都可以在那个数组里边，然后你就可以怎么的，你就可以去改，比如说私有的，因为只在内部有嘛，配置就是供用户去配置使用，他觉得显示那些文字不是他想要的，可以让他在配置里改啊，比如说头这块的一个文字，假如说叫做记录数多少条记录，然后PREV 上一页这块我可以做叫做假设是上一页，然后使用 NEST， 我这块可以指定下一页。你觉得这个上一页下一页文字不好看的话，你可以把这块直接放一个图片的地址啊，那不就是用一个上一页下一页的图片了吗？那当然也有首页，写错了啊，首页这块得用下标 first， 然后有首页还得有
last 尾页加空格。当然了，你可以继续添加进去，需要显示的文字都可以在这儿，用户只要配置这几个文字就可以了。好，既然这块都有这几个了，那我在这块，假如说我想显示一种格式，咱们就不按这种格式了，因为这种格式需要的就是一个图片之类的东西，供十三人信息太少，我这边多做几个，然后让用户可以定制的去选择什么功能，可以这么做。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做一个 HTML， 每条都显示出来，等于空字符串连接吧，然后返回$HTML， 你看我这是怎么定义啊？这里边首先呢咱们都需要空格的分号，每条语句之间它都隔两开空两边都让它有两个空格，所以咱们在这里边写上共有记录，共有多少条记录。那这多少条咱们前面已经有了，谁啊 TOTL， 共有这么多条，当然里边是有大括号，咱们外边尽量用双引号，这样它写起来方便。共有这些条记录，如果你是文章，共有多少篇文章，那后边这个我就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用咱们系统里边的this 里边的 CONFIG 配置文件里边不有个 header 吗，你看一下共有多少条记录。那这个呢，如果你想让它变出体的话，加一个这个，这样就会显示共有多少条记录。你看一下，HTML F page 共有记录，你看这块有了，但是没显示多少条，看找原因，什么原因，这是系统里边的常量，所以得加上 this 共有多少条记录。你看啊，共有83条记录。如果你想觉得这个记录，你要是做文章或者是图片，假如你把这个记录改成什么，改成图片，多少张图片，你看一下这块会显示什么，共有83张图片。如果你这块有显示文章83篇文章，你看一下83篇文章，如果这块你是做房地产的，有多少个房源，共有83个房源。所以呢，这配置可以让它显示这个分页上面的，不一定非得是有多少个记录。那咱们现在做实验就使用有多少个记录的方式，有83个记录，可以看到这是咱们要做的。然后咱们还可以连接，你看啊，还可以连接什么，我在这块 HTML， 就让它你想显示什么你就在这写什么。你看在这儿我两边都要用空格隔开，这块写上显示什么呢，本页每页显示多少条记录，每页显示多少条逗号，然后本页从哪开始到哪块显示的。所以呢你看一下这块，每页显示多少条，那这块呢我们有一个变量了，叫 $this，
如果你用这个 list ROWS 的话，那最后一页假如说不到十条呢，就两条呢，那你也是本页显示十条吗？这会儿咱们先放在这儿，一会儿咱们再解决。然后从哪条开始到哪条结束，那我这会儿就得需要使用什么使用两个方法了。假如说我都想让它变成出体的话，都加上一个 B 标签，这如果显示像的出体的话也加上一个 B 标签。看这话从哪开始，到了符this 里边 star， 我现在要计算一下 star 的函数和this 里边的 end 结束的函数，我需要这两个函数的计算。你看一下这里边现在没有这两个函数，所以我在这加上调内部的 function star 从哪开始 end 到哪结束这两个函数，然后在这不就可以调用了吗？需要哪个我们再写哪个。那咱就看一下这个从哪开始咱们该怎么办呢？从哪开始怎么算呢？怎么算从哪开始？看一下，首先得判断一下这个总数是否为零，就是没有记录的时候，那我直接返回什么，返回假就可以了，否则返回零。否则的话返回什么呢？看一下，否则我就可以返回让当前这个页减一乘以谁啊，乘以列表数，你就每行显示的行数乘以这个。那我说这个不是跟刚才那个 limit 的取得条件是一样的吗？那么取的时候显示的从哪开始你还得加个一，的确跟刚才差不多，但是得多一个加一。这样的话比如说第五页，那就假如每页显示十个，第五页有可能就不是从50开始，而是从51开始，是这样的，这会儿加个一呢。然后结束这块，结束这块用什么，比如说结束这块就很简单了，直接返回，返回什么呢，找个最小值。什么最小值呢？你不能说结束这块总是每一页面结束不能总是这个当前这个页配置，不是当前页吗，乘以这里边的 list ROWS， 不能总是乘以这个列表数啊。如果乘以这个的话，比如说刚开始这是减一，这上页的到这个，假如说第五页，那这块呢就可能是50，这块从41开始到50。那如果总是这个，那最后一页如果就有三条记录呢？所以呢咱们这块要用什么 MIN 取个最小值，取个它和总数的最小值。这个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如果是最后一行它小于总数的，那肯定就是显示它的，如果到最后一行了总数这个值是小的，那就显总数这个。现在你看一下共有83条记录，每页显示10条，本页显示51到60条。这块好像少了一个显示多少到多少条，当然这个单位你也可以用多，前面把前面的变量换一下。共83条记录，每页显示10条，本页显示51到60条。这块好像这个 B 没加斜线就可以了，51加60条。那每页显示假如说我现在想办法到最后一页啊，比如说一共是83条记录，大概是8页，应该是9页。你看这是最后一页，我现在配置等于9是最后一页，你看每页显示10条，这就不对了。这但是这对了，81到83，因为总数是小于83的，总数假如说这会儿你这多的话那就是超过83了，而总数83是小的，那在这块显示的最小记录就是总数这块，那前面这块就不对了，所以前面这块咱们也计算一下用什么。你看一下啊，这块我就计算的东西我就连接吧，用一个
看咱可以怎么计算啊，我让前面咱不都有结束开始了吗，结束减去开始其实也就完了，也就可以了，让 dollar for this 里边的 END 结束减去 dollar for this 里边的 start 开始，然后呢这个开始少了一咱们得加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最后一页本页显示三条记录，你看是不是三条记录，如果第八页呢本页显示十条记录，咱每页显示十条记录吗，共八十三条记录，每页显示十条，本页显示71到80条，但是这里边 ID 是串的，不要按这个 ID 你去看这个结果啊。那这两步都有了，那咱看一下你还想显示什么，你就直接在这写就可以了。比如说从多少页这些现在都有了，共有多少条记录，每页显示多少个，本页显示多少个，这个都有了。然后咱们显示一个这样 ,html 点等于。前面多了一个分号。每个都让它变成出体，比如说下边是当前多少页，一共分多少页，用个斜线，下边是总页数，总页数咱们前面也有算出来了，这次里边的 PGENUM 你看一下不是这个页数吗，然后当前是哪页，你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咱们也算出来了 dollar for 这次里边当前是哪页，配置当前页就是这个呀，看一下共八十三条，就是每页显示十条，七十条，九页中的第八页，九页中的第八页，那一共就知道总页数了。假如说七，总页数的，九页中的第七页，你看到了。那你看咱们还需要什么？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第一页最后一页，那这几个第一页最后一页，就是首页尾页这个，这几个东西得需要判断它什么时候输出。所以我这里边我调用系统里边咱们用这么写吧，这次里边 first 的第一页调用私有方法 HTML 列表里边，比如说这次里边的有第一页，那就有上一页，有 NEST， 有下一页，有最后一页，然后呢像这个咱们这块除了有上一页下一页，这块还有什么，还有直接到哪页，比如说五，你看一下直接到第五页，对吧，直接到第五页，所以输入可以点这个，所以咱们做一个这个叫 go 到哪页，那这里边咱们就随便做一个就叫做这次里边的，假如说 go 配置去的页面，那这里边都有了，在咱们假如说也按这个做的话，这块是不是你可以做成任意你在网上见过的形状，见过的分页的格式，那假如说咱们就要这种列表格式的话，那我在这块应该做什么，假如说在上一页和下一页之间这块我做一个 html， 好像这写错了，HTML 有一个列表页面，假设咱们就叫它配置列表吧，或者是列表索引，你看需要这么多私有方法，那我这全把这几个建出来，私有方法 Faction First First 这块是下一页，PREV 上一页按这个顺序，上一页下一页，然后配置 list 的页面列表，然后这里边需要一个比如说下一页 next， 再需要是最后一页，go to 哪一页， go PAG 一页，那这里边分别返回，比如说
R 一填返回首页，我就不直接写了。你看 Z 四里边不有个配置吗 ？CONFIG 配置里边这个数组里边有个 first， 不就是上一页吗？首页吗？这只是文字，咱把文字加上链接就行了。上一页这块有个 PREV， 这块没有，这块咱就是随便写几个数字吧，一会儿，假如说这块一会儿会有这个，咱们再把它写出来，先把格式先写出来。下一页 ，NEST， 然后最后一页 ，Last。好，还有一个咱没写完，你看这个 go 这块咱们得加上这个，这块咱们假如说是一个表单吧，我现在就返回，直接返回 go， 一会儿咱们把它补全。现在你看页面上，首页、上一页、下一页、尾页、数字索引，大概需要这么格式，这么多格式，咱们现在需要链接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那上面这个先留着吧。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 first 的首页来说，首页呢如果是第一页的话，已经是第一页了，那咱就不让它再有首页了，所以呢咱就直接判断一下就行。所以在这块你看啊，如果$符这个页数当前页已经是第一页了等于一，那我直接 html 等于点等于空，下边得返回这个 html 空就行了。否则如果不等于第一页，让这 html 点等于，你看啊，等于什么 and for nbsp 分号，得加两个分号隔开，不然挨太近了，两边都让它有两个空隔开，然后加上一个链接斜杠 A， 这个中间的看一下这个链接这个值，那就是后边加上分号啊，就是这次里边的 CONFIG 中间的 first， 就首页那个，然后只不过这个地址该等于什么，看啊，链接地址等于什么，等于这次里边的URI， 链接到 URI， 前面咱们用一个函数专门把这个 URI 获取到了，这个 URI 后边连接一个配置等于一，首页嘛，直接回配置等于一就可以了，然后返回，你看一下，刷新一下，现在第七页，你看首页就是链接，我现在如果一点首页的话，回到了第一页，首页就不让它显示了，是空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第一页了，你就不用说再去让它点首页了，就把那个去掉就可以了。那同理上一页跟它的判断很像，你看啊，如果配置等于一，已经是第一页了，那么也是输出空，否则的话你看让这个上一页，因为每次都上一页嘛，这块我们得做一个变量了，让这次里边当前页减一，当前页减一不就是上一页吗，对吧，当前页的减一就是上一页，然后这个里边这块咱就得换成什么 PREV 了。好，你看一下，好像第75行出错了，这个不是变量了，这里边只能放变量，那咱们就连接，看一下配置减一。现在假如说我到第六页，你看就可以有上一页，现在是第五页，我现在再点上一页，第四页，再点上一页，第三页，再点上一页，第二页，再点上一页就回到第一页了，等于第一页的时候首页和上页都应该没了。看一下，来看下一页和尾页呢，写法呢也跟他们类似，这个
比如说下一页，那下一页的时候咱们就得判断什么，当前页数等不等于总页数，这次里边的 PGNUM 如果等于总页数，也就是到尾页了，到尾页还是输入空，否则的话还是 URI， 这块只要是下一页就是配置加一，你看一下是配置等于加一就可以了。当然了，这块输出的就是 NEXT 下一页。那如果是尾页呢，你看一下是尾页的话，也是判断这个条件，这次里边等于 PAGNUM， 如果是结尾了就让它是空，不是结尾的话，你看我们直接让这个这块是直接就是那个页数就可以了吗，尾页的页数 PAGENUM 直接就是这个页数就可以了，然后这块咱只不过是 last 尾页，你看这个上一页下一页咱们就有了，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直接到尾页，那下一页都没了，上一页下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下一页，你看第七页，你看这个动作现在都是好用的了，到首页首页没有了，到尾页下一页和尾页就没有了，因为已经到结尾了。那咱看一下中间的列表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查一下中间这个列表页面咱们这个怎么写。那咱先研究一下需求，你看这个啊，首先我点第二页的时候，你看我点第一页的时候，现在网速慢一点啊，你看我点第一页的时候后边显示一二三四个，那我点第二页的时候，你看一下啊，网速比较慢，你看后边还是四个，前面多一个。我点第六页的时候，你看一下后边还是四个，那前边呢又多了三个，看一下。那假如说咱们就按这种写法去写，咱们该怎么写呢，很简单，这个呢你要想到算法的话就很容易，那想不到算法呢当然就很难了。首先呢，那每个咱们都加上一个循环之后会是一个链接，链接页，链接页我就起个这个名，是一个空字无串，那最后呢我得要把这个链接页得返回去，对吧，这是肯定要的。你看我现在这么做 for 循环来一个，那我现在就得知道我这个列表最长的显示多长，这个最长的显示多长，假如这里边1234567 8，它是永远是八个，那我们咱们可以让它是九个嘛，八九个都行，那我在这块就得做一个这个长度的变量，比如说在这块 PIVT 做一个全局的让用户可以改的这一个变量，比如说我们就叫做列表样式吧，列表的数目，假设我默认等于八，默认等于八，那我这块做一个循环，我就可以，它有八个嘛，我就可以循环八次，对吧？$i 等于，不能从零开始，因为第一页是一嘛，等于$i 小于这次里边的列表的数目 num， 然后 i 加加，你看一下。这很容易就输出啊，然后咱们就可以输出什么，输出 link 列表页，让这个连接等于每个页面咱们都加一个链接，但是我得加一个什么 _nbsp 分号，再来一个 _nbsp 分号，每一个都让它加个空格，里边加上 a 链接斜杠 a 链接，你看这里就可以计算什么呢，这就算一下当前这个页，就是我这个索引数字这个页
等于我让什么，让这个当前页加 i， 也就是当前是第五页，那么5加1就是6 7 8，看一下，如果当前是第五页，五六七八，那后边加上这么多数字就可以了。所以链接这块，那链接在这块就是这个索引数字。你看啊，这个索引数字咱们应该直接写就可以 $PAG。你看这个列表出没出来？十十一二十三，当然没有这么多页，一共九页啊。你看到首页这块，你看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没有一，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下一页，下一页，你看它每下一页它都往后窜，因为从当前页，你看当前是第六页之后的所有页嘛。因为我当前页你也可以看到，当前页是第几页，这个是不是当前页加上当前页是第六个，六加一加七都是当前页往后的有的。所以这里边太多咱们就不要，所以这会可以判断什么呢，如果 $PAG小于等于这个页数的时候 PAGNUM 小于这页数的时候我才怎么的，我才去输出这个列表，否则 BREAK 我退出程序不就完了吗。现在你看会不会超过，会不会有啊，先首页，现在八页，再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你看最多是九页，它不会超过九页了。那这里边分页呢还太长，我给它再改一下，比如说这块用5来表示，嗯，你看每页它显示5个，你看下一页，下一页，一共是17页，你看到17页就不走了，因为超过17页就 break 了，循环就不循环了，不循环就退出了。然后每页的链接是什么呢，我这会再加上 href 等于，你看啊，每页链接这块外边是双引号了，那我这块用单引号，当然了链接也要链接到哪儿啊，$ZIS 里边的 URI 到这儿来，然后 UNDERF 后边加上配置等于正好是咱们这个页数配置，你这里再看一下，现在都有链接了，比如说点首页，点第二页，点第四页，点第八页，点第十三页，十六页，你看到十六页、十七页，点哪页哪页好使了。但是这个跟刚才的又不像啊，当前页没显示，然后当前页之前的也没有啊。现在我点是都是这个页面之后的，你看之前的没有啊，怎么能保证它的个数呢？可以呀、啊，怎么保证它的个数啊？我再来一个，这块这个数目我就不用这个了，我给它减一半，怎么个减一半法，让它后边有几个前面有几个，比如说一共不八个吗， INUM 等于这个数量除以二，但是呢我们要割舍的方法吧，它不一定整除嘛，不一定整除，加上这个你看一下，然后循环这个是 INUM $你看一下，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不就是输出一半了吗，那咱前面再加个循环，再加个循环，怎么加，也是服务循环 $i 等于 $INUM， 然后 $i 应该是如果大于等于一 $i 减减从大往前来，你看一下，这就看你的循环玩的好不好了，再做个配置等于 $， 那么这是当前页加 i， 那这会儿我就让当前页，你看啊 $ZIS 里边这个当前页减 $i， 你看一下，我就可以这么做，用当前页减这个 i， 然后就可以判断，如果配置小于一的话，如果有小于一的，现在咱不判断的话，你看我直接输出会怎么样啊，比如说 link 配置点等于，当然了和这个链接地址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啊，现在如果我不判断，它会什么样的？你看啊，13 10这都没问题，6然后5 3你看就有负数的，所以呢有负数咱就不要，那就可以判断负数不要怎么办呢？很容易啊，如果这个配置小于1，那就是负数的，负数的就 continue 啊，不要就完了呗。现在你再看一下，假如说第2页，你看6页7页9页11页前面4个后边3个，你看一下，那也没有达到咱们那刚才那当前页，怎么没有了？你这块是当前页减去几个加上几个，那中间你是不是就是当前页？你不加链接那页不就可以了吗？然后直接这么写，只不过当前页我不加什么而已啊，我不用加链接了，我把这个链接去掉，直接就是看一下，直接就是这个配置。你看一下，现在中间那页刚才不少这个吗？现在就加上了。第8页，哎，怎么多了2个7啊？2个6，2个5啊？是不是上面循环多了一次啊？小于等于，这儿加上。上面也多了一个，那也不要。这块是大于等于一，小于等于 AM， 然后看啊 this page 当前页减去 $fi 如果小于一的话退出，这是没问题的。然后这块大于等于一，这块 IAM 没有问题啊，3 4 5哦，是不是没刷新呢？刷新了，这应该是5啊，当前页点6，它怎么是，这应该是6，这个数字错了，这块应该是不是配置，你看咱们这写错了吗？不是那儿错了啊，这次里边的配置当前页不能说是这个配置。你看现在第6点第7页，这是第7页，点第8页，第11 10页放在这儿，前面4个后边4个，点第6页也是前面4个后边4个。那假如说我到首页了，你看前面没有1，后边有1 2 3，也是4个，点2页后边4个前面1个，点第3页，点第4页，第5页，第6页，当我到尾页的时候，你看后边5个，点15页，点14页，你看应该和刚才咱们这个效果就是一样了。所以我这只用了2个循环，中间1个没加链接的就可以了。当然你要想做成外观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那你就加样式呗，去控制显示效果不就可以了吗？加样式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咱们这个列表，咱们也做完了。那下一步现在就差谁了？现在就差这个 go， 咱还没 go 呢，对吧？这里边直接输入跳转到哪儿就可以了。那怎么输入跳转呢？也很容易，看一下这块，只不过需要你用大量的什么，这块只不过得需要你 JavaScript 了，因为咱客人中没有 JavaScript， 所以你要不能理解呢也没关系，因为跳转东西咱得借助于 JavaScript 的功能来实现，本身呢它不是链接，所以呢咱们本身是做不到的，当然也能做到，但是更麻烦一点啊，所以这里边呢咱们最好是用JavaScript 来写，安德福 NBSP 分号，再来安德福 NBSP 分号，前后让它都有2个
空格，这是咱们先要做的。这块我直接返回也行，那我都把这东西都写到这一个字符串里了，也就不那么麻烦了。外边我用单引号吧，不然的话不好控制。你要知道单引号、双引号的区别啊。然后先用一个 input 类型等于文本的值呢，等于先等于一个空。然后我这块得加上什么？得加上一个宽度，用一个样式式的宽度比较准，你用 size 那个不太准确，但是你用样式可以给它做成很漂亮的东西。宽度等于，比如说我就指定25个像素吧，看，刷新一下，这就有一个这个值了嘛。比如说输入10，让它直接跳转到10页是可以的。然后我让它默认值，默认值是什么？我给它连上，默认值现在当前是几页？那我这块默认值就让它是。等于几，比如说当前这块是配置页，那我就用这个。现在假如当前是第几页，你看我直接一刷新，当前是14页，这就是14页就可以了。那我现在假如是输入16，我一回车就想到16，回车是一个键盘事件，键盘事件13的时候，这个值等于13的时候才能够是回车处理。所以我在这块加一个什么 on key 到键盘按下事件，键盘按下的时候我调用 JavaScript， 调用 JavaScript， 但是我得判断如果 event 这个事件里边的 key code 你敲的键盘码等于13的时候才是谁啊？才是回车。如果给如果我写了一行了，给如果加上那个大括号这样，但是呢，我得将它跳转到哪页呢？你看，等于13跳到哪页呢？这里边，直接用配置等于就行。但是呢，如果你想象一下，我输入13，如果这明明现在就是只有17页，我要输入160页该怎么办呢？所以判断这个输入值的值超没超过你这个页面本身的值，那我就可以这么判断了。比如说，做一个。配置的一个变量等于判断这个，这块用括号啊，配置等于 this 点 this 这里边，这是加了所有 this 就代表这个输入块 this 点 value 值，也就是 this 的 value 值如果大于谁啊？我这块想用加了 PHP 里边代码，那连接 $符，你看啊，这块大于谁？你看大于这次里边的整个页数。如果大于这个页数的话，问号，我就直接向它显示这个页数$这次里边的 PAGNUM， 这是如果大于这个页数的话，我就让它直接显示这个页数。否则的话，我用三元运算符判断的问号这个页数，否则的话它输入的多少页数就是多少页数，那就是这次点 value 值。然后有了这个配置，我算出这个配置这个变量来了之后， location 用加速 location 跳转等于跳转到哪个位置，当然我这块是它的本身单引号，并不是说外层的单引号，那我就只好用单引号写上一下。那跳转到哪儿呢？$this 里边的 URI 跳转到这个位置，然后加个 and 符，配置等于我得加两个斜线，再连接，这里边用加号配置，加上前边咱们算出来的这个配置，这是加我随便相加，因为外层单引号跟怕跟这单引号冲突嘛，所以我转移了一下，转向这个位置。看一下，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尽量去理解一下，就是一个跳转用加速块写的。现在看好不好使啊，我现在假如说这块输入5回车，你看直接跳转到5页，我这输入8回车跳到第8页，我要输入
88页，没有这么多页，回车是不是最大是17啊，就到尾页了，你不能输入88直接到88页，所以你这儿可以输入无限大，那它就可以直接到最后一页。那假如是输入负10呢，你看这就没有了。所以呢你这块，当然输入负的情况下很少了啊，输入负的情况下很少了，那我这块就不写了。你这可以再判断，如果这个值怎么的小于0的话，就这块不判断了，这个值大于这个的吗？你可以并且一下，这个值如果小于0的话我怎么办，那也当然我就不多写了啊。当然了，后边我也可以加一个什么，除了这个我还可以加一个按钮，你看啊， input 类型等于button， 加个按钮，然后 vlew 值等于 go， 你看一下，刷新一下，当然没有这个了，这没有负十了，十页，刷新，你看这有个 go， 我一点这个也让它转向十页，跟灰车一样的效果。那我在这就可以怎么写啊，加个事件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的事件，点击和刚才这里边写的代码是一样的，一直到这里边的看这里加个思考代码，一直到这儿，你看一下现在能不能做到，现在点十页一点 go，点15、14页，这个事件我写错了吗？看一下啊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调用 JavaScript， 点击的时候调用 JavaScript， 然后这会儿就不用判断这个了，因为它不是这个键盘事件，所以直接 VR， 当然这块刚才咱们。那个有个结尾的大括号，这块也不需要了，看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啊，因为它不是键盘事件，就不用判断它是不等于13了，写上14 go， 直接有问题了，够配置，等一下啊，回到第一页首页，现在这块假如输入5没问题，我这输入6，问题出现了，你看问题出现在哪儿？因为我这里边点击的时候是一个按钮，按钮的时候你这个 this 点 vlew 值好使了吗？ this 指的是按钮那个 vlew 了，所以我这里边得加上它的上一个同胞，正好挨着它的上一个标签，就是那 input， 所以呢 prev 上一个 ious， prev ious 上一个 sibling 上一个同胞这个值是这个数量，然后这块也是写上 this 点 prev ious sibling， 算出来之后这位当再试一下，刷新回到第一页，上一个同胞的值不是这次的值啊，第三页，你看这块加上是写上6页，我点 go， 好，转向6页了，假如转成60页呢，直接到17页，我这转上第四页呢，点 go，好使，我再回车一下，第5页也好使，这样的话一个分页我就写完了。但是有的说了，这个分页太啰嗦了，我不想要这么多信息怎么办呢？而且顺序我也不想让你按你这种摆的顺序怎么样啊，这么摆啊。当然外观的东西你记住了，你可以在这里边，因为它输出的是链接之类的嘛，你可以用样式随意的去处理，用样式怎么处理都可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的样式东西就不管了。那怎么样别人顺序摆，你看我这块让别人存一个参数，比如说这里边咱们把 h 点都换成中括号0，
零，也就是帮它放到数组里边，这不能是零了，是零覆盖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八个。好，然后这儿存个数组，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跟它下边是对应的。然后这是一个数组的话，既然是一个数组，那我们这块看这里边有哪个数字，我就输出哪个。当然我这默认是全有的，那就全输出。然后按这个顺序去输出，所以这块我只要这块就看你对数组了不了解了。这里边直接写个 for 循环，你看 $for i 等于零，这个参数默认是这个，这个参数我们得用一个，假如说我叫的 display 显示是这一个数组，当然不是调，调你可以那么传，现在这只是一个变量，判断 count 谁啊 display 判断这个数量，按这个数量去循环，有几个循环几个，看一下啊，或者是你用 for each 也行，但是你得知道那个数组里边存的什么值，比如 for each 循环便利 display， 你看啊，作为值，作为索引吧 ，ind index 作为索引，你看这块，然后做一个 f 配置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点等于通过 HTML 里边 $index， 你看一下数组里边有几个值，我循环几次把这个值拿出来，然后这个值放在这儿，只要数组里有的值我就能从这里边取出来，那这里边值的顺序也就是这里边我显示的顺序，然后有了之后我直接 return 返回 f 配置分页，当然我先声明这个 f 配置让它先等于一个空字符串，这回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如果调用的话跟没存一样，因为现在默认参数，但是现在我在调用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另外一种办法了，我这会加上一个数组，比如说我只让它显示一二三零一二三，你看一下它现在就不啰嗦了，只显示零一二三，显示零一二吧，你看一下零一二，共83条记录，每页显示5条，每页显示这个17页中的5页，如果你不想下一页的话，当然没有下一页不太好看，那我还可以怎么办，我可以按我自己指定的顺序，比如说4567，然后把8放在前边，假设一圈显示的话，你再看一下，你看够多少页，上一页这里边好像没有首页呢，看这一二，少像少了个三，那这块就加上个三四五六七，你看首页上页下页，你看一样好使，只是咱们显示顺序你可以这回就可以自己定义了，这是第九页第八页吧，够直接第八页，直接点尾页，后面没显示，直接点首页，前面不显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分页类，那我们这个分页类里边这个输出咱们就不需要了，因为咱只要看这分页里边有什么数据嘛，对象里边有什么东西。好，这就是一个分页类。当然咱们这个没做全在哪儿，就是这个外观，你可以自己用样式去调，你可以完全做成跟这种鼠标一放上去是蓝色的，对吧，选中的现在是这个颜色的，或者是你这个比如说首页尾页的不好办不好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呢，首页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个图片之类的，或者是你换上把这个地方换成图片，这些地方换成图片直接就变了嘛。所以这分页里边我们只需要存这几个参数。对了，另外假如说我们 URL 里边除了分页里边，假如说我还有这么多其他信息怎么办呢，比如分页等于一，然后 and for hello 等于5，我想每个页面上都有这个变量，比如说到下一页4页，你看 hello 等于5 6，
当然这块是默认直接存了。如果你想直接这个存可以了，如果用户想在下一页下一页的时候自己把其他的参数加到这个 URL 里怎么办呢？你最好这块再加一个参数，刚才咱们忘说了，在这块你随便做一个参数变量，只要在这加进去就行，比如说叫做 PAR AMETER 默认等于空，然后把它存到这个里边来， PARAMETER， 然后在这块连上，这样的话用户如果调用分页类之后后期再存参数就可以在这儿有了。你看一下在这儿，假如说 PARAMETER 怎么能看得出来？你看用户在这调用的时候，在创建分页类，假如说分页类的时候还想保证这个文章的 ID， 那我就是ID， 假如文章的 ID CID 等于99，你看这个参数，都有缓存，等会儿啊，你看配置等于2，哎，怎么没传进来？看一下哪儿，下个 under 符吧，因为它不符合格式的东西。不会没传进来呀，这个参数是不是我这块这几个写错了 PR 就叫 P 吧，简单一点叫 P， 这块也叫做 P， 直接连到这个URL 上面，然后数量最后一个参数传进来，我这输出一下啊，哦，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字符串传递，怎么能出错呢？传给配置里边的 PA 传给，哦，我这块没加这个 PA， 我说的嘛，得在这个参数传进来，然后才能交给他。看，有了 CID 等于99，下一页 CID 等于99就都有了。所以呢，我们在预留一个可以用户传参数的地方，就在这地方。那你当然用户不传用默认就行，这样的话我们下一下页，因为我们毕竟将分页要插入到某个系统里边，对吧？然后系统里边有其他的参数怎么传呢？你就可以借助分页这个地方传给下一页数据，通过这个参数。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分页类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可以对这个分页类，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呢你得改一下它的样式外观，然后呢结合自己的需求去做。千万不要在写项目的时候用到分页的地方就独立写一个。你最好像我这样做成一个类，这样的话整个项目如果我用到分页都可以用这一个了，对吧？好，谢谢大家，咱们这节课就录制到这里。